间有了十六个字母，就是我们目前花东的乐队，花东七十鼎鼎记者。其实，在过去校长呢，在今天这当中，因为给同学的祝福词，所以我简单的把几项，我们前任王校长，他这边四年半，他期待同学把我们的校训能发扬光大，诚朴勤力，奠定良好基础，乐观积极，迈向成功之路。啊，是不是送出各位？我们上上这个张院士校长呢，就是这个礼堂旁边的两副遗言。希望同学们做人有情有义，达到跟本身的能力能上升的目标。所以成功的定义，其实我们自己都能定义。吴建伟校长大概在这边服务最久，长达14年时间。他希望能够踏踏实实的做人做事，进入社会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作为，不要自私自利，要关心国家社会。还有两句话我很喜欢的，谢谢对不起。我们天天挂在台上，对不对？这两句话，不努力、劳作、积极奋斗的生命，这种生命也许会劳心，也许会劳力。把劳心跟劳力联合起来，才是十全十美的生命，都是好棒的经典意义啊！所以今天特别一个，希望你们带回去。今天晚上我收到一封学弟的 email， 看了非常感动。但作为一年级的同学，他把这些心里话念出来，他会非常非常感动。只有几句话，但是我看了就很感动。所以我想刚才我们把历届校长的祝福送给各位之外，这位学弟的祝福，我很感动。他们是不是愿意同学们？学弟是毕业生，紫荆花的开落是喜乐，也是忧愁。学长姐给我的回忆是喜，学长姐的离去是愁。毕业了，你们留下的传承给我们花光了的，大家是什么？我的祝福如非洲的风，愿学长姐们能满载着我的祝福，顺风最运动。他说希望不要曝光，但是每一年很感人啊。好，学长感谢他，掌声。好，正向同学们，你们作为第一名的同学掌声。我来这边十个多月，经常参加同学的活动，同学都会请问要我做什么，好不好？我就唱一首，你知道可以你们同学的给你们歌，张学友的祝福，好不好？好，同学，我们幸运老师帮我伴奏，好，掌声。歌词太长，对不起，这样分散。来，会唱的同学可以唱。那个放置了，开始。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，这个音乐每座城市茫然的眼睛听不见，我们都有美梦，当我唱起一首歌，它就像每首轻轻的划过，也许永远刻着我的笑容，伴着着我每一个春夏秋冬。你说的对，太厉害我了。Thank you.
不是在旁边吗？不是在旁边吗？但是就是我刚刚进去的时候